然后大家现在站的时候是这样转的。拎着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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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放松，是一个手放一个。
下。我说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好。你看到了，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比如我们在那旁边，然后我要进行转，对不对？就转的时候，你的脚面是不可以落下的。你看，你转的时候，你基本上要尽量让你的髋关节，对，在做的时候，大力老师，你看我升起来，我是用脚掌。One, two, three.